吃嘛啦，干面不干，啥的那么老多，新蹦扎比努有嘛样？么那我大爹看那，巴拉奥伊的那么听那看那说嘛伊，基本上干的干那圆明会议，巴拉干那么个扎伊的干那不干伊的那文件站个嘛当。么那我大大个认为伊巴拉奥伊，我来么干瓦路米什么大比多瓦拉，能多比那啥干伊的那文件站，个嘛注意阿达曼干多干那六月一日伊，我俩个嘛的能多干啥干啥个嘛的哒，伊的干那多比那干个的。那文件站，我看着你们老大，那都比侬浪难路那买账啊！你马上么这个大转过住了，乱找了嘛？你啥嘛？你要么一定能都跑完呀？你那的那拉拉那个多个的，米家还有那个的，是什么呀？你马上呀，么什么个能打折开了？困难个么的，什么路个的那家还有那，我马上个么的不耐浪个的折开那路那买账啊！那住那买张安，家的只家里见呐。那住一什么奈干那不，都是奈家不弄。哦，家只本家只咪，我说根本上咪来，干那都文件站。哦，干嘛住一把困难，干什么一定能打啥生产，一定能过得安。哦，家的巴拉奥干什么干那阿米亚尼。哦，巴拉干咋么搞这安，一定能文件站。一定干那都干什么呀尼？巴拉安尼。嘎住嘎达德鲁布兰奥阿玛乌嘎什米都布里库诺嘎住嘎达六月一日奥嘎住嘎达这嘎达嘎达加纳嘎住诺苏姆多特拉嘎达嘎达联合启动仪式一定要保安两万难达六十万难那嘎住嘎达这嘎达萨罗扎斯曼阿阿玛乌嘎什米那住那麦张阿尼乌拉亚拉一定能都奥嘎宴一定那健康活动是来这边运动跳舞啊，来这边吃饭，快乐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就是说能够在体制下，老人的这个福利啊，也比较有保障。像我们以前自主性的时候呢，好像老人的这个福利呢，就会有一点，这个缺乏。那当年是把那那个住个的家那伊嘛很爱，阿妈我阿算那呢五年没打文件站个嘛，哦阿就努力个嘛，个的这个那当年是把那那面白素也不把账打白素，那面个账也不把账打个账，哦个嘛的打，不耐浪个的这个那就那买一张案，哦个嘛注意生活啦，个的个那软硬体设施个嘛，哦阿算个嘛的打安排的把东西安啦，阿的那都阿个那呢，啥了没个嘛的。毛路个嘛，爹妈干什么？干嘛干什么？革命山没啦，我来一点那文件站呢。哦，有那个站那一干嘛？开的一直干，干难度，干快难呢。我如果嘛的呢，马斯卡把账还没拿乌。哦，那的那买账啊呢？哦，我来呀啦，阿招嘛的，他不耐浪哦，卡住他一那把他难度卡住完。我们目前连今天二十个开站，总共有87个部落。是全国最多文化健康站的地方。他们闽清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对不对？比较先进了嘛，用心的照顾他们就不辛苦了，不会觉得辛苦。他的巴拉奥那达，平常我那个那伊那诺言的，哦，马刷木只达，比多古绕米萨嘛，哦，伊萨邦达木里巴达嘛，卡鲁瓦米萨嘛达罗扎那多阿米那多那麦张安格麦伊，乌拉亚阿多呀古绕，哦，他克萨诺伊木里巴达20%，木诺达卡那卡萨只卡兰伊，哦，卡鲁瓦格麦的，哦，阿麦张安格嘛。哦，可是面目老大，看到嘛，听那看到说嘛，伊啥老大，嘛天天还没找帮助，把干的文件站，哦，革命上面可是面，哦，怎么装的，把干的嘛搞查案，可是面一点那文件站呢，么，哦，乌拉呀，阿玛卡瓦路，米萨嘛达比多啊，哦，阿毛嘛的达马斯卡萨萨路，可能达只卡里个的台湾，哦，那的那买账案个的只卡里，哦，不奈浪大，可能的那买账案个买因，乌拉一点那。多比那只把帮啊帮啊呢，咱们个马斯卡卡上那找那个嘛的哒，怕咱个们那乌，个嘛应该是咪哦，马说也不能哦，来啊啥做啊？卡卡住难哦，那住那帮啥人等哒？伊那诺言呢？阿爹母个个卡住爹个的心机，卡住那个个嘛？买那大把伊木木买木哦，嘛的困难，卡的个那卡卡住难呢？卡住大个那大只个哩，马阿拉哦，不耐浪大个那大买张案。阿在对边伊。